由完美谈谈谈谈走鱼尾纹独家冠名播出。为爱冲锋，我们相爱吧！由生榨椰子汁开创者特种兵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为幸福添彩的多乐士特约播出。多乐士，多彩开始。今晚24点前下载并登录手机购物 APP 储储间，9.9包邮抢购 Apple Watch， 快去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吧。哇哦！送你的花，谢谢，借给我吧。然后累不累？很累啊、哦，所以辛苦你了。嗯，肚子饿了对不对？是。走。然后待会儿等一下带你去吃的那个地方也很有名。真的吗？吃什么的？先留个小悬念吧。上过很多韩国的综艺节目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很有名。好。记得叫三多。嗯。叫风多、石头多、女人多，所以。女人多。嘿。真的、啊。真的。所以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里吗？最有名的就是这个，它的标志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它只有一种面条可以吃。什么面条？叫海鲜面。嗯嗯。对，然后很新鲜，这个海鲜面。真的吗？对。哦，你看，他有穿潜水服。他现在要，不会现在要去。안녕하십니다。嗨，感谢哈密达。所以他要从这里，然后到海滩。去抓章鱼吗？帮我们去抓海鲜。天哪！你要去看吗？好啊。走啊！你看。哇，好嗨哟、哦！我不知道抓到什么上来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抓会抓什么上来。哦，这个要很久。没有特别去想老板会抓什么，我只是想说很饿，很想要知道这个海鲜面到底有多特别。哦，他又回来了，章鱼。是吗？对，看不清楚哎。真的真的真的章鱼，你敢去碰一下吗？那他会不会吸住我 ？Can I touch？ 我。你知道那个滑滑的感觉好恐怖、哦。对、啊，这个很。啊、哦！怎么样，手感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哦！什么感觉？有点像鼻涕，然后黏黏的，然后就当时觉得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痴痴的等。对啊，要等。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期间，你在台湾做什么？我想一下。哎，我有看到你去做那个电影的宣传。去了一天，然后就回去继续工作这样。嗯，你呢？你在忙什么？我在忙着想你啊。嘴越来越甜了。真的，你没有想我吗？一点点了。真的吗？我有一个测试，我可以测试你有多想我。行不行？测试。OK， 你知道一张餐巾纸有几张吗？两张。两张是粘在一起的。嗯。对不对？嗯。OK， 好。所以借你手用一下。那纸。OK， 我把两张纸放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嗯、我把一张纸呢放在我手里，一张纸呢放在你手里。嗯。攥住。嗯。OK。嗯。如果我很想你的话，嗯，你的纸会跑到我手里来。如果你很想我的话，我的纸呢会跑到你手里面去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我要问，啊，你很想我吗？怎么样跑啊？我们手对一下，嗯 ，OK， 然后你吹一下，哎呦！所以你又想我多一点，对吗？所以我要问你，是不是很想我？有，就刚才说有一点点啊。对了，所以他有到你手里去吗？因为两个人的距离要拉近，所以我这次我也怕他很尴尬的回答我，所以我用了一个游戏的方式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至少我在游戏里，我觉得我很快乐。你什么时候学的？还是你本来就会？没有啊，就是爱情的力量。骗女生的招数。真的真的，爱情的力量。我还有一个更好玩的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那我把这张纸呢，嗯，放在我手里，然后你这样晃一下就没有了，你信不信？掉了，拉惨了，那个骗小朋友的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哇哦，감사합니다네감사합니다잠깐만요Thank you. 好了，开动吧，饿坏了。辣的。对你胃口吗？嗯嗯。这里面有虾子。嗯。我帮你包吧。那很难包。没关系，我来，我擅长这个。那天我同学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看到你那个告白，我看到都哭了。林心如，我想一直为你包虾皮。OK。谢谢。嗯。好可怜呢，变成每一次有虾他必须要剥。我相信他以后可能不会点虾了。啊，照片出来了。这价格不像你啊，是吗？嗯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有变化？差嗯，在大理他帮我敷面膜之后，我有坚持敷面膜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皮肤看起来就是好的花花嫩嫩的那一种男生。我敷完之后我觉得我的皮肤有改善，所以我觉得想让他看看我的皮肤的改善怎么样。没有啊，那饭没法吃，太失败。什么变化？真的没有觉得我有变化吗？变瘦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觉得皮肤稍微好一点。差嗯，哦，好了，吃饭吃。那可能就是没有变化吧，我觉得我有哎。他们说，两个人呢，同吃一个面条，然后呢看谁吃的多呢，就会比较强势一点，然后呢一人吃一边，然后要一口，然后要一下把它嘬完那种。一下子吗？对呀。当时瞬间可好，我就实话，觉得都太快了，我自己也吓到。为什么？我还没时间呢，你们就没有了？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没有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把不算。注意点啊，留点面子，摄像机拍上。我让出来给你了，你还那么慢，太着急了。好喝，特别浓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第一站是很妥当的啊，对啊，就还不错。因为今天太晚了，你今天回去呢就早点休息，然后我就不陪你 check in 了，好吗？好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好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对，因为我后面给他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惊喜，所以我要有一个时间去准备，所以我让他一个人去那个 check in。特别怕他转头，特别怕他看见我，但是我有回头看他两次，他应该没有看到我。你的姓名、出生日期，我知道你是紫薇哥哥是王。
见到你很开心。谢谢。你的房间是405。嗯。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出电梯那一瞬间，我就啊，惊喜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饭店有 Hello Kitty 的房间嘛，就没想到他就已经安排好了，果然就是有对症下药，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 Hello Kitty， 没有办法抗拒的东西。完蛋，已经被人猜到了。然后我有感觉到他走过箱子，然后好像走过去了，没有开箱子盖，然后又走回来了。我在下面想，我要不要就这样出去？但我又怕吓到他，我就在一直等他开那个箱子盖。我一看到大箱子，我就想，人不会躲在里面吧？我就没有先去开那个箱子，我就先看一下。箱子里面很闷，我又戴了头盔，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我的脚一直像女生坐草地那样的，就是那样撇的，撇了好久，我就有点麻了。后来我就待不住了，我就一直撇，然后就一直在里面这样窝着。不是说想要整他，所以才就先不看。我只是想说，你用心的去做这个 surprise， 如果真的被我猜中是在里面的话，那你不太早解开那个，所以我才先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。我掉出来，好紧张哦。不紧张，因为我觉得。我很用心在表达，没有我唱歌那次紧张。当人看不到你的时候，他会放松很多那个戒备感，所以我觉得他放松了很多的时候，我想让他先亲了玩偶，亲你啊。
会不好意思啊？两个好像就突然恢复回到那个很童真的状态，然后就很可爱的去做一些小孩的事情。谢谢。啊，可以拿起来。感动只是一刹那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好开心啊！当在机场接你的时候呢，本来想给你一个拥抱的，然后因为那边人太多了，所以特别安排了这个。啊，谢谢，太开心了，辛苦了，很热吧？他有真的想过我做这些事情的准备的时间有多长？很开心。我呢，住在你 OK， 我呢住在你隔壁的房间，然后长按这个开机，中间这个。所以你也是 Kitty 哦？对呀。看一下这车子，这是爸爸妈妈和小朋友的，然后还有拖鞋、鞋子。你看，还有这个哎。对啊，有啊。所以你知道那个 Kitty 妹妹就是带那个的吗？嗯，所以妹妹啊，我们应该这样子拍一张的。可以啊，我们帮阿姨拍一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穿上好不好？把这个爸爸妈妈的也穿上，都是粉色系的，要不要？好。啊，那个浴袍简直了，我要死了！这辈子没有干过这么丢脸的事情。超级粉，还有一个小皇冠。总要有一个人付出给另外一个人幸福跟快乐，男生应该多给女生一些幸福感。好了，还要抽鞋子。我没有刻意，我真的没有刻意。这样子挡住光，这样。OK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一个朋友很喜欢 Hello Kitty 啊，然后他就把他的家全部都弄成 Hello Kitty。我虽然喜欢，但我不会。啊，好吧，对，要是家里这样，好像有点太多。对，而且可能真的比较适合小孩。嗯哼。对啊，基本上我还是比较成熟。那今天你累了一天了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好，我回房间。晚安。晚安。我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好好休息。拜拜。头疼，我都不知道那屋我坐哪儿，就是太粉了，就是粉到我觉得我一个作为一个男生一个男人我无法接受的那个粉，太粉了。你回到房间了吗？对啊，我有到房间。你这样的习惯吗？我这坐在哪儿就都觉得不太是我的位置。我在你的隔壁嘛，所以有事的话你可以拿电话机叫我。Over，OK，OK， 这比红线好多了。那我要去收拾，准备睡觉喽。晚安。晚安，Over，Over。